好了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红哥游戏解说直播现场。咱们来看这场对局，来自于小孩对战日本 M 大师这场抢六局啊，目前是小孩的在点局，日本 M 大师拿到了三分。今天晚上，小孩要跟对方打一个抢六局啊，赢的话拿500，输的话拿200。对方 M 大师这把他的首发是温妮莎这个御姐啊，御姐的哈气神拳搞得罗伯特也是疲于奔命，出生龙跟对方相杀，再次堵了个生龙，好的。温妮莎投下断攻击，那么现在小孩直接跳出来消耗过来，可惜啊，没啥用啊，对方回身就是一个重拳。今天晚上你觉得比分会最后锁定在多少？大家觉得比分会锁在多少？朋友们，没完没完，13连 KO 掉对方的这个讨厌的让小孩非常头疼的温妮莎。温妮莎第一次登场是在拳皇2000这个游戏当中啊，那么现在穷登场了，日本人还有两条血，小孩也是两条血，白摇拳是可以消波的，不要着急啊，他们两个都是经历过大场面的，各种比赛打了，这种场面都见过好多次了，现在就是拼的一个是一个心态，技术上已经是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度的，现在就是心态上的一种对抗。机会来了，追加一个下低之后前冲抓中拳抢招，但是啊，哎呦，那说这个铁拳真的是无敌了，再次消波，你发波我就消波，而且还能加气。超杀，举住快影，追加一个风魔弹，稳了，拿下 M 大师的 King 是没问题了。现在是两管血，接近两管血，咱打对方的满血。小孩的再点，兄弟们给小孩点个赞，好吧，给小孩刷个赞。觉得小孩能赢刷一个6，觉得日本能赢刷一个9，哎，大师现在裸开 BC 了，现在他在准备给我去弹墙，直接之后追加一个下 C， 这里弹墙之后都是可以追加攻击的，不论是重拳或者重脚，你的话要跟上极限超杀啊，赢了兄弟们，啊，还没死吗？我不过没关系，打不死，恭喜小孩拿下对手。